下一位是陳偉賢議員。是，多謝主席。主席，我首先我申表我立場，我多年前都是支持小巴加座位的，當時小巴商即是聯合提出一個要求呢，就話如果政府俾佢加座位呢，佢哋願意提供老人同埋呢一個嘅學童嘅優惠票價。當時政府都未有老人家2蚊嗰個票價。咁所以即係政府呢個漠視或者係歧視或者係鄙視低視呢個小巴呢，多年嚟嘅態度係咁嘅。啊，即係你呢一個嘅地鐵同埋呢一個嘅巴士呢，就有呢個可加可減機制，自動加價嘅。但是小巴多年嚟呢，可能基於政治上就好恰，係咪？同埋啲地區團體議員呢，小巴一加親價呢就緊反對嘅。所以你睇返過去20年嗰個加價嘅傾斜情況呢，係令人難以置信嘅。嗱，我用返呢、這個即係、就是、我熟悉嘅同一地區巴士同埋小巴同一呢個路程嘅呢，就96號 B 嘅小巴同 34M 嘅巴士。20年前呢，小巴嘅票價係高過巴士30%嘅。早前試過一段時間呢，巴士嘅票價係高過小巴30%嘅。但係最近俾返小巴加價呢，加下就巴士嘅票價仍然高過小巴，即係10%以上。啊，加下現時巴士嘅票價呢就3.8%，小巴呢就3.4%。即係傳統過去係小巴票價高過巴士嘅。咁因為你巴士有好多豁免㗎嘛，係咪？同埋你巴士咁大，即係你運作上冇理由巴士嘅票價高過小巴嘅，因為你計呢個成本效益各方面嚟講啊，你燃油嗰啲嘅即係免税等等咁呢，巴士都係多好多優惠嘅。咁所以你睇返政府嘅政策歧視小巴，導致到小巴運作困難呢，呢個係必然嘅事實。所以我好希望喺呢一次檢討嘅時候呢，即係不單係要檢討個加票價，即係加呢一個嘅座位嘅問題，同時必須要檢討喺整體運輸政策裏面，政府對某啲機構嘅即係傾斜利益輸送，特別係呢個嘅港鐵，係咪？所以當時政府話淨係討論公共巴士、討論小巴的士，我反對嘅。你應該要討論整體運輸策略，檢討完之後，然後至個別檢討下面嗰啲細嘅項目。你唔檢討地鐵，淨係檢討呢個小巴呢，我成日都話你一個嘅即係大財團，跟住三個窮親戚，你檢討巴士，你檢討小巴的士同埋非專利巴士，唔檢討呢一個嘅地鐵同埋巴士嘅話呢，你永遠都係傾斜輸送利益俾兩個最大嘅，嗰兩個就肥到乜都著唔到，係咪？港鐵一年100多億利潤，100多億嘅大佬，你將嗰100多億嘅利潤蝕俾小巴，蝕俾呢一個嘅非專利巴士，嗰啲都已經有飯食啦，啲的士啲司機都唔使咁慘啦。咁所以即係政府嗰個政策嘅傾斜嘅不公平呢，係導致到呢三個窮親戚的士、小巴同埋非專利巴士嘅苦困。好啦，下位易志明議員。